大家好，我是五星师傅酱料王 Louis Cole。 我成功的秘诀在于创造价值给顾客，然后不断的创新，采用的原料都是上等的货，然后不断的在网络上自营销，做自己的 IP， 然后再让顾客相信我们自己的品牌。拿到这个金牛奖最重要的就是企业的一个价值，这个奖不容易拿，那我们一直以来都往着这个方向而前进，今天很不容易的拿到了这个奖，它能帮助我在对接企业的道路上有很大的帮助，在员工方面也给予很大的支持，在团队里面更看得重的是我们的努力的付出都有回报的，谢谢大家。